생일보내는거야什么？不可能让他，我这个我不可能让他看视频的，只给他看图片。我拍的视频是为了用作他用，不能让他看这个，太慢了。这已经五分钟了。六分钟了，用不了十分钟，估计八分钟才差不多。时间太长，这样就得达不到他要求。他没要求速度呀，人主要就看效果，看打出来什么样子。关键他太大了，200×200，你不太大多大了这个？他平时打个100×100的话，这一半的时间完成。我靠，哪有要求这么大的？我操，太慢了！开图，中间啥？中间我还能截掉。开图，中间截尾就行了。不用中间全拍啊。旁边一站那也行。太慢了。Jason， 给这块本，你用这个本吧。那个太小了，没法使我。看看啊，这边的是也是二环下的吧？到底是什么呢？我靠！我能买一个12.76的，灯光不动，没反应，激光也没反应。驱动，还有什么驱动？不找完了吗？记忆的正常，不是找那个111的吗？我给我给装了，不是说看它没了就看它会不会没了，不就是装上了？没事呢。他们那边儿，黑板那边的，没在这边拿，在这边拿我肯定跟你说了，是吧？哎，不是阿舅，他们刚才那不是剪下来好多废的小本吗？留下一下这种的不行？不行啊，是吧？那是他说那是咱的，他拿走了。没人那不在那吗？那咱的吗？我问他说你我以为他们的时候你给俺块小块板行吧，说那就是你们的用就行。真的，咱以后你想想，你又没木头，省得用着好的吧。你这视频你要给客户看吗？不给他看，啊，给他看太慢了。你在看？那你录他干嘛？留着做个别的用呗，非得给他看嘛，对吧？不在焦点上不行，他要200×200的，我要的就这么大，都弄平了再打。没那个啥，没三维工的，他也不好弄呀。
角变形不变形，看到这儿。就光别看啊！其实后面的也有黑啊。那我走。